太子殿下说送去哪儿？来人，送人清河书院。贵国使臣一路辛苦，为何不休整一下再来见朕呢？听闻我等是最后一个到达晋国的，为表诚意与歉意，特此送上金珀绝色美人一名。精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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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美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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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美了。只是朕的后宫已经没有地方了，对吧？不说了不说了。可这是我金珀国君之命，陛下若是不收，便只好送给贵国储君了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敢？哦，太子，二皇子说，将这美人要送给你呀。啊，谢父皇。太子殿下不会是见色起意吧？将士啊，快向你的新主人问安。将杀问太子安。敢答应的话你等着。二皇子既然将美人送给了姑，姑自然便有处置的权利了。当然。好，姑的府邸要求很高，至少要到清河书院悬梁刺骨，春送夏贤。这样吧，先将这美人送往书院，待学有大成之后，姑自然会开门迎接。这还差不多。太子殿下说送去哪儿？来人，送人清河书院。